好，大家继续六宝石究竟嚟啦，我哋继续啦。然之后咧，我哋依家要去嘅就系揾大五。呢个做咩有条企喺度嘅？确实见到巨大嘅精灵，佢喺飞过131号航道，好似有啲咩啊不安，啱啱从火山嚟。系啊，咁啊，基本上而家其实轻松啦，我觉得打火焰师打其实真系几劲，我觉得铁头要啦。交互攻，你用超人力交互攻击和防御的力量，呢个可以有用嘅，其实我觉得。但系其实佢用，我觉得普通啦，不过都可以照揸住先嘅。因为我唔知佢几时再发剑鬼。啊，暗之石，暗之石。好。咁啊，问下大五啦，佢又俾我睇呢个镜。诶，开错机。好，德文观察镜。跟住我哋就可以打道馆啦，直接。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应该冇乜可能输。因为我太劲啦，实在好，我仲可能会输么？好，即刻打咗呢个先。你睇，几犀利啊！火焰师，五心咧，火焰师，啊顶，顶，一要冚死你啦！干鸟力量起发 ，yeah， 双倍风华。拜，想赢我？我记得之前就喺呢一度打，好难打。催眠机顶啊马冇击中，哦输咗，轻松啦，我觉得搞错啊，咁都输，再嚟个自动机嚟回升，输啦，准备开到回升咧，死紧啦，全部。轻松轻松轻松，哇好在啫 ，overhit 唔要啦呢招技。喂，佢唔系咩？佢唔系集技流咩？有冇回血啊？呢度双打，哎呀最憎双打，食屎啊！欸，好波好波好波，寄俾佢先。哇顶，自由落体，顶中我八，哇系啦，只嘢去咗左手边喎。乜嘢时光？催眠嚟啊，月爆。打死一隻先，呢度回升打大料，跟住呢度出只剑鬼出嚟，炒流冇事，顶得住。我回升之后再用铁头，轻松啦，想赢我？冇可能会输噶我。咦，错咗，呢度要咁样行。音波龙，打击鬼，双倍风华，空切，好狗啊！呢个时候应该打赢我呢只顺风赢啦，做唔赢？见到你开顺风，我知道我赢咗啦，我知道我计划成功咗啦，因为开咗顺风，而且我有影子偷袭啲神技，我影子偷袭啲嘢应该一定要有啦，系嘛？我谂，因为我自己惯常咧就系用一招先制技啦，嗰个系咪 red 嚟啊？头先我冇留意到，系咪应该系？应该唔系 red， 应该火红其中一个主角啊，我唔太记得。好呢度 ，save 先。啊，其实我觉得应该两下应该赢噶啦，两下内抢先一步，抢先一步你咪。good。咩价进化？哇，系啦，几犀利火焰师，一踢过，太易玩啦，实在。呢个内敛太劲咯，得171攻啊！你话呢只嘢，佢如果唔系用回声咧，即系讲紧真系打 WiFi battle 嘅话咧，呢只嘢就唔会系用回声啦，系用高音啦，系用高音嘅。咁啊，高音有啲咩用呢？破替身啦，嗰啲啦，双打技能啦呢啲。所以其实火焰师劲嘅，不过麻烦在就系佢加个普通系咧，佢弱点又多咗一个，因为火系原本已经多弱点噶啦，火。火系怕咩呢？水、岩石、地面、
啊，水岩石地面都系属于多人用嘅。呢度喂要用喷射火焰，但系落紧雨。好 ，OK。水岩石地面都已经好多啊！呢三个比较热门啊，地熟嘅一定要有添啦，系啦，地熟一定会有回升。好，打爆咗，同你见唔见到？佢即刻死咗嘅袋，嗰只嘅替身兽。呢度行呢度，敌诶呢个预期哦，轻松啦，哇，冇乜可能输啊，我觉得已经。已经是天下无敌咯，应该即系过咗先啦，唔好打，打魔忽忽回升，哇，好在圣剑你识，咁样唔要士刀啊，回升，嗯，向送神火山出发，咁我就唔好理佢哋，我哋直接就入去城先，啊，唔好理佢，大美男。咁你都见到我，瞬间失忆，雷电兽都系狮子啊！大家都系喷火，好记啦，火狮子，哇！你睇喷火完全唔拗痕，点解咧？光头，圣剑，顶过我光条。爆啊！我顶啊！好久啊，用炸娇力量起发呢只啊？照用啊！冇发热，哇，好痛，唔得，走一走先，飞快咯！光头冇事，应该打唔死嘅。啊，搞错啊！啊，因为我冇防嗰只系啊，我冇防嗰只，有冇重新养？唔该，冇啊，先轻松啦，我觉得冇火技同埋冇回升 ，PP 用得太尽，所以打唔赢呢个。如果有回升，我赢到佢；有回升埋火技就赢噶啦，我呢只。但可惜啊。因为一个人用一只重过关就系咁，冇晒 PP， 冇得回，很可惜。谂我其实好悲剧，因为净系靠一只训练一只重嚟打啦。雷电斑马 C 吧，南瓜精，准备受死啊你！三下回升就死啊你！第四下已经是超劲，已经是即秒嗰啲程度嚟我哋翻到嚟呢一个嘅码头，呢度应该要去咗送神火山先啊，唔紧要，我哋去咗送神火山先，因为我想打劲敌先，有冇谂住？游水我有啦，嗰只泡沫蛙有啦。咁啊，重方面我哋迟啲再捉啦，因为我未决定，用啲咩重好，究竟系用工具重啊，即系净系放工具定系咩？好，送神火山嚟啊！水哇顶呢只，哇好在佢唔打我啫，如果唔系我死紧。呢次又系水系，有冇暗蛇呢？一阵去商场嗰度应该有暗蛇买。回升啦呢只，飞快到，靓波，靓波，秒晒，嚟啊！最终目标偷走咗呢个宝石，咁我哋唔好理佢啦。咦，我想问我有飞天未噶？好似未有飞天喎。系咯，我未有飞天，未揾只鹤夜骷髅。小木灵、柳木妖，其实柳木妖几个人，我觉得我几中意树精类嘅精灵，其实我自己，诶。死啦！依家要去边啊？我去咗火山先，我记得啦。咁我哋掉低只衣背啦，又系有冇识飞天噶？冇，一只飞天都冇。
边只会识飞天呢？有冇啲咩海鸥啊？海鸥识飞天，呢只识，搞错啊！一下死，虾若痕、南瓜、直冲红，出翻嚟啊！雀仔唔该，出唔翻嚟添，佢真系出唔翻嚟啊！南瓜妖、南瓜精，哇！猫油探长，猫油探，哎呀呀呀！哇！啱啱好唔死啊！好，跟住我哋又俾佢学招飞天。跟住就旋风刀啦，呢招就空气，诶唔系呢个飞天去呢、這个苦焰阵。好。跟住火山喺边啊？呢度，我记得啦。火山好似有个劲力要打喎，有犀利嘅人要打，系咯，我记得。推石，我冇推石啊。有宝满话正，宝满又食，乜都食宝满话，最中意啲乜都食嘅虫啦。好，用岩队呢只就系帕特房啦，帕特工。小拳石，小拳石都系，小拳石应该都系用回声应该打死嘅。呢只都系回声啊。佢要仲破咗壳添，条友33嚟，太低啦啩？唔知另一条系咪都系30咧？如果系啊，好啦，好快搞掂。呢个唔使打都得啦，都咁低咧，打系冇意思。除咗就系呢度有条友要打，系啦，我记得呢度有条友要打呢、這个，呢、這个系闪耀团，我记得好似叫做系啊，闪耀队嘅首领啊，费拉达利啊，呢、這个世界资源有限，人类精灵太多，唔可以分享，唔可以分享嘅嘢就会产生呢个争端，为咗冇争端而幸福活落去，只有减少呢个世界生命嘅数量。OK， 咁我哋唔睇讲嘢啦，我听过佢讲乜噶啦已经，剑舞啊，有啲烦呢条友其实。杂技，佢呢条好狗系咁食药会，冇嘅高速重咯，点都要俾佢怼一下其实，我谂到阵，我谂到点打啦呢种，打啲鬼嘢反射啦，哇咁都反唔死，唔系啊嘛？佢打我劲痛喎，咁都反唔死佢。哎呀，顶啊！一开头好地地，真系反唔死佢。定系佢都系用咗一血根啊，冇理由反唔死噶。真系咁啱，101乘以202血喎，系嘛？双倍奉还。你得100血都有200血喎，打。我之后换呢只光头。跟住打击鬼反，咁啊搞掂啦！哇，头我哋出呢只，开始用回声。哇，佢用咗啲咩啊？睇唔到用嗰啲咩喎？哇，好烦呢只，呢只有啲难搞啊！哇，佢用嗰招好烦呢招技，轻松啦，我觉得太易玩啦，实在。咁啊，升咗一 level 左右啦，系啦，冇升过好似，咁啊唔紧要，我哋就照猜，试多一次啊，唔得就算啦，我哋升高啲咧先。呢个出剑鬼，呢个时候就。打击鬼，双倍奉还，呢个时候就火丝回升，近身拳击要学啦，神技，唔要劈牙啦，火丝子呢个时候，奇异花，催眠，哎呀，大字烧，
咁就冇啦，如果奇异花打唔死，即系嗰只奇异花顶唔到一下而死咗嘅话咧，就催眠唔到佢，咁系有少少难搞嘅。好啦，我哋今集试下你呢个先，我哋下次继续打呢个闪耀团，太难打呢个闪耀团。咁我之后再揾对策去应对佢，系咁先，拜拜。轻松啦，我觉得。